点了一个牛油拌饭，扣到碗里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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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入肉肉，还有一份拌好了，超赞的生腌虾，还有两个甜品罐子，还点了一杯臭臭奶茶。Hello， 今天吃一份牛油拌饭，然后这个是潮汕的生腌虾，还有两个甜品罐子。我先吃这个牛油拌饭吧，太香了。完美了，有点辣，我辣椒把它拌均匀一点。它这个已经就是腌熟的，而且它肉就是肉壳分离的很分明。开好口的，然后它的虾线都已经去除干净了。我觉得这个生腌虾是上厕所神器，每次吃完就会跑厕所，因为拉肚子。
这生腌虾真的很入味。没有了。下次我要点个原味的，不要点这个辣的，真的太辣了。好的，吃两个甜品罐子解解辣，我没有被辣晕死了。有一种空口吃蟹的感觉，就是香菜。
种是牛奶麻薯了。真的不是我吃的难受，而是我样子可能看起来很难受，然后嘴巴好黏，因为又有麻薯又有这个芋泥，它是属于那种湿的芋泥，然后嘴巴就有点吃的有点来不及，糊了。挺好吃，哎呀，又忘记带麦了。